Seraphim 以及 Eilid 作为 HAD 旗下的两大女团，近期因在不同场合的歌唱表现而引发热议。其中社内选秀出道的 Eilid 因在安可舞台飘忽的歌声，让 HAD 不注重声乐的言论变得更加激烈。之后就是 La Seraphim 在科切拉的开麦舞台，许多透过直播来看演出的观众都感到非常失望，更指出公司一直以来都没有为旗下艺人改善声乐表现。